看什么庙会？走吧。他现在看上了这位姑娘了，小姑娘，跟我回去享福去吧！走开！你当我们是好欺负的？老实告诉你吧，我们小姐乃是当朝李相国的千金，你们谁敢放肆？啊！相国的千金。小姑娘，你太不会撒谎了，跟我回去吧！啊，哎，给我抓回去！这抓回去！抓回去！你们俩，你们俩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住手！光天化日，你竟敢强抢民女！吴毒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！你是什么东西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？来呀！啊、我教训教训这小子。是。不是本镇人吗？我们住在城里，是特地来看庙会去。赶快回去吧，免得吴都再来又起风波。告辞了。你怎么能走呢？常言道，救人救到底，这离大路还有好大一段路呢，你何不
再护送我们小姐一程呢？好吧，请跟我来。喂喂，有位小姐要进城去，麻烦你送一送。好好好好。小姐，请上轿吧，前面已是大路，恕不远送。让起来吧，起来起来。小姐啊，送了半天还不晓得这位公子姓什么，住在哪儿呢？是啊，应该问问清楚，将来也好谢谢人家呢。对，小姐，我去。秋夏，春夏，还是你去吧。我去。嗯。我看还是小姐自己去吧。胡说，还不快去。去吧，好妹妹。哎，这才像话呢。公子留步，公子留步。大姐，有什么事吗？我们小姐请公子留下姓名住处，以便日后相谢。区区小事，何足言谢。哎，谢不谢那是以后的事，现在请你先把姓名住处说出来。说呀。好好，我叫雪梅亭，就住在东镇书馆内。哦，原来是雪公子，请问公子在哪儿得意呀？我虽然从小练武习文，却无意功名，因此一向漂游四海，以书剑广教天下豪士。哦，原来公子是文武双全的侠士。失敬失敬。不敢不敢。请问公子府上还有些什么人呢？双亲早已去世，就是我一个。啊，原来公子还没婚配。哎呀，好极了好极了。我们小姐说请你有空到我们府里来坐坐。好，太好了。请问你们小姐是？我们小姐叫李月娥，住在城东，你一打听就会找到的。好的，请转告小姐，改日再来拜候。公子可不能失信啊。好的好的，那我去回禀小姐，告辞了。抬我也不来了。春香，哎，走吧走吧。
府里什么事啊？不好了，我把那只御赐的金钗给掉了。啊，小姐，你怎么把它给带出来呢？我换衣服的时候忘了把它取下来，要是将来让爹爹知道了，那怎么得了呢？小姐你别急，我去找。你先送小姐回去。哦，听说那个义士一拳一脚就把吴多给打死。哦，他的武艺那么好啊。嘿，气焰有眼呢。不，你说谁给打死了？吴毒啊，这个家伙为非作歹，残害乡民，真是死有余辜啊。死得好，死得好。哎，不过他们家官高势大，一定不肯罢休的，恐怕那位义士一进了衙门就凶多吉少了。哎，来了来了。徐公子，大姐，他们要押你到哪儿去啊？知府衙门。走开，走。徐公子，你要当心吧。不妨事的，请放心吧。大姐，啊，你们小姐刚才是不是失落只金钗？啊，在我胸前，快拿去吧。啊，走开，走。哥，那不是春香姐吗？好久不见了。你好吗？哎呀，好什么呀，在衙门里头做事啊，整天办案子，东奔西跑，没完没了的。哎，王贵哥，你是在知府衙门当差吧？是啊。你来、啊、王贵哥，哎，刚才过去的那个雪公子，他的案子是不是归你管呢？怎么，你认识他啊？你看他有没有罪名？本来不过是个误杀，可是啊，他打死的是吴公子，这个祸可就闯大了。你知道咱们知府吴大人啊，一向就胆小怕事，这个我看。那你就应该想办法救救他。我一个小小的差头，哎，你别开玩笑了。我走了啊。啊，回头见了小姐，别忘了说王贵跟小姐请安。哎，慢走。王贵哥，你带我到公堂上去看审案吧。到公堂去看审案？不行，你怎么能去看审案呢？那是犯法的呀。你不肯呐？好。待会儿我就去告诉小姐，说王贵自从相爷保举他当了差官，现在居然抖起来了，把我们相府的人呢，通通不放在眼里。我说你呀，忘恩负义。哎，别，我带你去。那走吧。哎，慢，你得先答应我两件事。哪两件？哎，第一件，你只能在旁边啊偷偷的看，不许出来。第二件呢？第二件，你一点声音也不许有。这两件事你办得到吗？不要说两件，就是200件我也办得到。走吧。呸，你做的什么知府，在你的治下竟有这样的狂徒，敢白日行凶，打死我的儿子。卑职一时疏忽，没有好好的保护公子，真是罪该万死。早该死。是，卑职早该死了。哼，我夫妇年已半百，只此一子，如今被奸人活活打死，叫我以后，我苦命的儿啊，你死得好惨呐。诰命夫人，请不要过于悲伤，我们大人一定会缉拿凶手归案，替公子报仇雪恨。夫人放心，卑职捉到凶手一定要细细的审问。然后什么？凶手胆敢打死我儿，简直是无法无天，罪大恶极，我要你将他立笔帐下。立笔帐下？这个启禀大人，打死吴公子的凶犯雪门的押到，还不快升堂。是，升堂。待雪梅亭。
雪梅亭参见大人。哎呀，来，雪梅亭，吴公子是你打死的吗？晚生并没有打死他，是他自己撞死的。胡说，吴公子明明是你打死的，你还敢不认？快快从实招来。大人请慢吧。夫人吩咐不许多问，快快将凶犯推下去，活活地打死。哦，胆大的狂徒竟敢行凶杀人，来啊，大人将狂徒拖下去重重地打死。大人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哎，不许动手，不许动。你是什么人敢乱闯公堂？我就是我，要你问什么？你，哎，你这小子，下面是谁家的女子，竟敢扰乱公堂，如此放肆？难道你就不怕王法吗？王法？那，请问大人，公堂一里断案，没问口供就先用刑，难道这也是王法吗？胡知府，啊，诰命夫人，这是谁家的女子，竟敢乱闯公堂，还不把她赶出去？是，来人呐，把她赶出去。走，走。哎，黄贵哥，黄贵哥，快来，你来吧。哎呦，放手放手！哎，春香，你不要闯祸了，快回去回去回去！我不，哎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呀！王贵，你们是怎么回事？他是谁？哎，启禀大人，他是相府的人啊！啊，相府的人，什么人呢？丫头，嗯，丫头，你到公堂来做什么？爷，我来看大人审案呢。看审案？哼，一个毛丫头还看审案。胡知府，是，不要管他，快将凶手推下去打。是，慢着慢着。知府大人，你也太性急了一点，你以为我爱看审案呢？我才不呢。可是小姐一定要我来，我也没有办法呀。什么？小姐派你来的？哎，我们小姐说让我看看知府大人审案到底审得公不公正不正，他好去回报相爷。啊，相爷？对，本府审案向来是公正严明。雪梅亭啊，你到底因何打死吴公子？从实一一地招啊。胡知府，雪公子，快说呀，快说呀。启禀大人，吴独带领家丁在东镇郊外强抢民女，民女不从，吴独就行凶将他母女二人杀死。晚生路见不平，要抓吴独见官，吴独不肯，反用刀来刺我，我就一拳打去，吴独就撞石而死。吴独打死两个人，有没有证据的？这个有了有了。启禀大人，小人验过尸首，那老夫人是给踢死的，那小姑娘是被刀刺死的。这是吴公子行凶的凶器，请大人过目。这，胡知府，我儿一向循规蹈矩，怎会做出这种荒唐之事？一定是刁民敲诈勒索不遂，才血口喷人、诬赖陷害的。现在我儿被他打死，杀人偿命理所当然，还不快快与我重犯？好一个贤德的诰命夫人，你纵子不法，胡作非为，这已经是有罪了。想不到你竟敢在公堂之上倚仗权势挟制知府扰乱法纪，这简直是罪大恶极。反了反了，胡知府，我要你立刻将刁民处死。夫人，这不……你还犹豫什么？当心你的前程。雪梅亭，你杀人心凶，还敢抢辩，本府执法如山，绝不宽容。来啊，
人呢，我来问你，他那个宝贝儿子成天在西安府做些什么好事，你知府大人有眼睛有耳朵，总不会不知道吧？可是尽管老百姓怨声载道，叫苦连天，怎么就没看见你知法如山呢？嗯，放肆，我儿对与不对，用得着你这个丫头来多嘴？丫头，丫头又怎么样？所以说得好，有理通行天下，无理寸步难行，难道丫头就不能讲话吗？难道打死人就不该偿命？对，是要偿命，你儿子打死了两个人，由他一个人偿命，已经便宜他了。放屁！看在相爷面上，我打你个半死。打人？这是公堂，要打也轮不着你。知府大人，你要不把相爷放在眼里，你就打吧。这个，住口！胡知府，我父与相爷同朝共事，情深谊厚，相爷与凶手非亲非戚，绝不至庇护凶手，还不快快与我用刑？是是是。来人呐！是。哎，大人大人啊，你这顶乌纱到底还要不要啊？啊，哎呦，你又怎么了？要是非亲非戚，小姐会派我到这儿来吗？什么？你说他跟相爷是亲戚？哎，什么亲戚？是他姓李，还是李相爷姓雪？你说。雪梅亭要是相爷的公子，偿命之事我就作罢不提，要不然呢？哼哼，不是公子也跟公子差不多。那是谁？你说。他是到底是谁？胡知府，凶手绝不是相爷的亲戚，快快用刑。是。大心脏。哎，使不得使不得。贱人，这公堂事上是听你的是听他的？听你的也好，听他的也罢，反正你们不能打他。为什么不能打？他究竟是谁？他是李。李什么？李是李相国的外甥。李相国没有外甥，我是知道的。那么是内侄？李相国过世的夫人姓王，不姓雪。那是他是是他究竟是谁啊？是是谁？你说。是姑爷。姑爷。哎，你撒谎！相国小姐几时有了姑爷？我不信。对对对，你说是姑爷，可有什么凭证呢？凭证有。大姐，你千万别胡来。别说了，这就是我们小姐跟姑爷定亲的信物，你看。啊，这是御赐之物啊！御赐啊！哎呀，西安知府夫妻恭请圣啊！哎呀，大人啊，这有凭有证，这是果然是贵人呐、啊！哎呦，阿弥陀佛，差点闯了大祸呀、啊！哎，来人呐、啊，你们还不快点给贵人松绑啊？是。哦。胡知府。不管他是谁，有道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你速速将雪梅亭一笔账下。胡知府，你赶快把雪公子当堂释放。胡知府，哎呦，你们两家一个要死一个要活，叫下官如何是好呢？你是听丫头的话还是听我告命的话？自然听告命的话了。你是听他告命的话还是听我们相爷的话？当然听相爷的话了。气死我了，来呀！是，快快与我打这个臭贱人！是，不许动手啊！来来，我长得干，还没打过架呢，今天都要领教领教他告命夫人的威风。好，好，给我打这个贱人！不许动啊！哎呦，夫人呐、啊，你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呢？呸！嘿，哎。大人。
请一架暂时回府，等我们大人今日查问清楚，明天再行定夺。他要是敷衍了事呢？哎，夫人说哪儿的话呢？下官岂敢不替公子报仇？谅你也不敢。别忘了，你要是办事不力，只要我一封信去，看你这顶乌纱还戴得成吗？回府。是啊。这件事情真不好办，这有什么不好办呢？雪公子是相爷的姑娘，大人是相爷的门生，天大的案子还不是不了了之吗？是啊，就怕这个毛丫头的话靠不住，岂不误了大事？那么我这顶乌纱，大人要是不放心，尽快再去查问一遍。哎。退堂，退堂。下官一时糊涂，贵人受惊。哪里呢？胡知府，案子也了了，我们可以回去了。哎，慢着慢着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春香。哦，春香。雪公子，这只御赐的金钗是？是小姐一。是小姐给雪公子定亲的信物呀。哦。那怎么现在你又拿回去了呢？没有啊，公子啊，你自己收着吧。雪公子，金钗再给我看看行吗？可以。嘿嘿，雪公子，请问你跟小姐是哪天定的亲啊？今天。今天？不，今天。今天已经足足两个月了。哦，小姐定亲是相爷主持的吗？当然是我们相爷亲自主持的了。在京都还是在西安？就在西安。啊？可是相爷在京都已经有半年没有回过西安了。对对对，那他怎么可能在此地亲自主持定亲呢？啊，春香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说。耶，难道这还有假的吗？你不信就自己去问我们小姐去好了。你大人啊？雪公子，请在碧崖休息片刻。春香，我要与你一同面见小姐。哎，王贵在，备轿打到相府。是。糟了糟了，怎么办呢？英雄迷踪，困难飞鸟，小姐知道何故人流，哭也哭不出。怎么了？哎呦！我给你揉了。去！我扶你走吧。哎，谁让你扶？哎呦！哎，停轿啊！停轿啊！启禀大人，什么事？春香的脚扭伤了，不能走了。那你扶着她走啊？小人不敢放肆。笨蛋！是。哎，春香，你怎么不走了？我不能走了。哎呦，你这个小丫头真是的，就是我家夫人也没你那么娇嫩呢。走吧，本府实在是焦急万分了。你急，你就一个人去吧。哎，这是你在公堂认的亲，你怎么可以不去呢？哎呦，好了好了，走吧走吧。我不去，我不去嘛。你不去？
莫非姑爷是假的？嗯，你说假的就假的吧，那你还不快把凶手杀了，到诰命夫人那里去报功请赏，何必还要去见小姐呢？哎，好了好了，别戏弄我了，时间不早了，赶快走吧。你坐轿子多舒服啊，我可走不动了。啊，哎，大人啊，依小人看，不如把轿子让给他坐。胡说，这怎么可以呢？这轿子乃是朝廷赐给我堂堂五品官老爷坐的，他一个丫头怎么可以坐呢？丫头怎么样？人家说宰相家奴七品官，我跟你呀、啊、也差不了多少。岂有此理！你荒唐，荒唐！啊啊啊！好了好了，让你坐那轿，让你坐那轿，服了、啊！你快点啊！这这走走，快点！不要脱，不要上去上去，不要不要。这起轿走。妈，春香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慢慢再告诉你，记住千万不能讲话，就装作是哑巴好了。哑巴？哎，春香，慢点，慢点，我要与你一同进府面见小姐。大人，这是什么话？我们小姐乃是堂堂相国的千金，有客求见，能有不通报之理？就是小姐肯见客，还得隔着竹帘讲话呢。大人，你要不怕她见怪，你就闯进去见她好了，我可要走了。哎，不，就烦你通禀一声，就说西安知府有急事求见，越快越好。哟，都到了大门口了，你还急什么呢？就算我们小姐肯见你吧，她也得打扮打扮呢。她得换衣服、穿裙子，还得梳头发、画眉毛、擦粉，还得抹胭脂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这都随你，快点去吧。好，那你就在这安安心心的等着，小姐几时传见，我就几时来请你。好好好，你快去吧，快去吧。我问你，你们小姐定了亲没有啊？哎，我问你，你们小姐有了姑爷没有？嗨，是个哑巴，去。先别问这个，来，
秋香啊，你说这些年来姐姐我对你怎么样啊？哎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你别管了，你说，我像不像你亲姐姐？比亲姐姐好一点。那就好了，好妹妹啊，我现在求你帮我个忙，行不行？帮忙，行啊，你说好了，我要你假扮小姐啊，我要你假扮小姐。什么？你疯了？小姐好好在这儿，干嘛要假扮呢？嘘，别这么大声好不好？要是怕她吵醒了，可不得了了。你又在耍什么把戏了？你管那么多干嘛？我让你怎么样做，你就怎么样做好了啊。这位不行，你不讲清楚啊，我不干。好，讲给你听，讲给你听啊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就在这儿说吧。我刚才不是去找金钗吗？谁晓得刚一走到大街上啊，就碰到一队官兵押着雪公子到知府衙门去。雪公子？为什么？他把无毒那个坏蛋给打死了。啊，他把无毒打死了？打得好，打得好，该死该死。我赶快告诉小姐去。哎，傻丫头，你现在不能去告诉呀。为什么？你还没听我说完呢。吴家的势力大得很呢，人家都说雪公子只要一到衙门呢就没命了。你想，雪公子人又好又正派，又是小姐的恩人，我听了怎么不着急呢？我就想办法偷偷地混到知府衙门去，看他们怎么审。果然那个无毒的娘叫什么高敏夫人的，可真凶啊，她硬逼着知府替她儿子报仇，要立刻把雪公子打死。哟，他那么狠呐！当时我一着急，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冲了出去，不许他们动手。那他们不是要赶你出来了？可不是吗？我只好把小姐抬了出来，说小姐叫我去的。哟，小姐又没有叫你去。是啊，这还不要紧，后来事情越弄越糟，我可就闯了祸了。闯祸？怎么了？我硬说雪公子是小姐的。小姐的什么？姑爷。啊？要死了。没办法呀，不这样就救不了雪公子的命呀。那后来呢？后来胡知府虽然不敢害雪公子，可是他说一定要问过小姐才肯放人，他现在就在外边等着见小姐呢。我赶快叫醒小姐啊。哎，现在不行啊，小姐要是知道了那不把我骂死了。你就假扮小姐去跟我应付她一下嘛。那小姐知道了不也要骂死我了？我不干。哎呀，好妹妹，求求你，反正你隔着帘子跟他见面，你就假扮小姐的口气跟他讲两句，让他把雪公子放了，不就没事了吗？小姐睡着了绝不会知道的。怎么，你不听我话了？好吧，那你在这儿等我，我去一会儿就来啊。昨晚上受了点风寒，身子不大舒服，是我好不容易三催四请他才勉强答应来见你的，所以啊你话别多问，让我们小姐早点去休息。是是是。小姐在上，西安知府胡进有礼。不要行礼了，有话快说吧。是是是，小姐贵样在身，本不该前来惊扰，
只因本府有一疑难之事，必须亲自问过小姐方好决断，因此特地到府请教。别啰嗦了，有话就快讲吧。是是是，这有金钗一只，请小姐过目。往后站。给我，这边一点规矩都不懂。哎呀，这是我的金钗，怎么会落到你的手上了？这可是小姐失落的。是的。这不是那只，这是这是我给雪公子的。定亲的信物。定亲的信物，雪公子果真是小姐的姑爷啊。难道你说是假的吗？不不不。既然这样，你就赶快回去把它放了，要不啊，哼，我就写信告诉老爷。老爹爹。哎，小姐，你说哪儿的话呢？我胡静能有今天，全仗相爷的恩典，将来更要恩师多多的提拔呢。所以小姐放心，我胡静就是赴汤蹈火，粉身碎骨，也一定替小姐办妥这桩大事。哎，这才对呀。金钗拿去交给雪公子，你也该回去放人了。放人？不，雪公子光临碧崖，那真是机缘难得，本府岂能不略尽地主之谊，好好的款待他几天呢？再者，未免诰命夫人再来多事，我要接日送信进京禀报相爷知道，一切听凭他老人家的君裁。这点事情何必惊动相爷呢？其中奥妙无穷啊。请小姐安心静养，保重玉体。这件事包在我胡静身上，胡静告退。小姐，去。是。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瞒着我做出这种事情来。小姐，你先别生气，你听我说呀，你不是叫我去找金钗去吗？我刚一走到大，你不用说了，我全知道。你全知道？小姐是不愿意了。你要去哪里？我去告诉胡知府呀，就说雪公子不是我们家姑爷，要打要杀随他的便，与我们无关。春霞。回来。回来。不要去了，这可是小姐自己说的哦。小姐，请打吧。丫头还笑呢。哎呀，小姐，不怕我的事。春香姐。
真的不高兴吗？还高兴呢？你们没有听说吴知府要禀报爹爹吗？爹爹的脾气你们是知道的，万一追究起来，不但我们不得了，就是雪公子也还是凶多吉少啊。哎呀，那怎么办了？小姐，不如我们这样吧。什么？启禀相爷，吏部尚书吴大人到府求见。哦，快快有请，快快有请。有请吴大人。哎呀，吴连兄啊，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莫非公务清闲又与老夫下棋来了？哎，大人啊，此处不便讲话，退下。如此，请到书房。连兄，请坐，请坐。连兄啊，有何机密之事见告啊？请问相国大人，你我可是同乡？是同乡啊。可是同僚？你我一殿微臣，共保皇朝，当然是同僚啊。我吴某平日对大人可有半点缺礼之处？连兄待我情同手足，那是再好也没有了。既然如此，你为何翻脸无情，纵容女婿打死我的儿子啊？令郎死了？哎，你说是何人打死？你的女婿啊？我的女婿？啊！哎呀呀！年兄啊，你真会说笑话呀！谁跟你讲笑话？先有内人家书在此，大人请看。哎，小女从未论婚，哪来的女婿呀？既无女婿，令爱为何命婢女春香闯堂认婿？哎，这不会不会，这一定是奸人假冒，别有用心啊！此话当真？老夫岂能戏言呢？哼！我吴家只此一子，如今被薛梅婷活活打死，我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，方消。年兄不必过于悲愤，杀人偿命，凶手难逃法网。只是西安府胡进已事关你我两家难于判干，如今凶手既不是大人东窗快婿，那无儿报仇之事还请大人做主才是。要我做主？是。这个怎么，大人是否担心恋爱与凶手之间却有什么私情有所不便呢？笑话，我女知书达理，谨守规训，绝不会做出这种败坏门楣的丑事。大人，既然如此还顾虑什么？难道就不念你我多年情谊，袖手旁观吗？哎，也罢，待我密令胡进将凶犯立刻处斩就是。何以为证？令他将凶犯首级借送来京，亲手交付于你，这总可以了吧？好，多谢大人，告辞了。请。哎，王贵，你等会儿啊。大人，识才之士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千万不可失信呐。笑话。老夫一向言出如山，岂能失信于你？告辞。不错。启禀相爷，王贵有要事求见。王贵？啊，他来得正好，叫他进来。是。小人王贵叩见相爷。起来。是。到此何事啊？小人奉府尊大人之命，到京来给相爷
报喜来了。啊？我有什么喜事啊？府尊说相爷有万千之喜啊，一则嘛，二则到底有什么事情啊？别这么啰嗦，说呀。贵婿。什么贵婿啊？贵婿雪梅亭在西安府呀，款待十分周到，恭喜相爷，贺喜相爷。贵婿才貌双全，英勇无敌。好，蠢材，就没有别的话说了吗？啊，有有有，府中有书信呈上大人。怎么不早说呀？是，老爷，我家小姐从西安来了。啊，快请快请。是，王贵，在外面等候呼唤。是。胡进，真是糊涂啊！王贵拜见小姐。免礼。王贵哥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是胡知府叫我送信给相爷的。哦。儿啊，你来了。孩儿拜见爹爹，爹爹万福。哎呦，起来起来起来。春相拜见老爷。罢了，儿啊，你为何信也不来一封就匆匆忙忙进京来了？爹爹。啊，这是怎么回事情啊？老爷，小姐给人欺负了。啊，差点见不着老爷了。儿啊，是什么人欺负你？你快快讲来。前些天你儿带着春香秋香到东镇去烧香还愿。嗯，谁知道回来。回来怎么样啊？快讲啊。回来在路上碰到一伙强人，把我们团团围住，百般的羞辱，还硬要把小姐抢去做妾。岂有此理，是何人如此大胆呢？无毒了。无毒？就是吏部尚书那个宝贝儿子。啊，是他？后来怎样？后来幸亏来了个雪公子。雪公子？是呀，他三拳两脚就把那帮家伙打到家里一巴就逃了。那位雪公子那个武艺就这么好吗？嗯，他不但武艺好，而且文采好，人品好，长得又年轻又漂亮又大方，就是老爷看见了也会喜欢的。春香，后来怎么样你再说下去。后来雪公子怕无毒再来，还护送了小姐一程呢。哦，那你应该请他到府里去坐坐呀。是呀，本来没有没有，后来我们就分手了。死丫头，还不给我跪下。哼，你这个小贱人，在府中不好好服侍小姐倒也罢了，竟敢在公堂任序胡作非为，看我今天不好好收拾你的。爹爹爹爹，春香并没有错啊。还没有错呀？那无毒强抢民女，连伤二命，雪公子见义勇为，为民除害，就是失手将他打死也没有罪呀。望求爹爹秉公仗义，替雪公子伸冤。怎么，你要为父替凶手说情？请爹爹主持正义。大胆！吴尚书赫赫威名，就是圣上也十分的宠幸，如今独子被害，自然要惩办凶手。要为父去庇护一个非亲非故的杀人凶犯，去得罪吴家吗？哦，原来上上下下的衙门，大大小小的官儿，都一个样。你说什么？小贱人，看我不撕了你的嘴！爹爹，公堂任性乃是女儿的主意，与春香无关。啊！你竟敢做出这样败坏名节的丑事！你忘了我们是相府门第，礼法森严。在朝为官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此事要是传扬出去，岂不有损为父的官威，叫天下人所耻笑啊！女儿为救雪公子，一时考虑不了许多。你左一个雪公子，右一个雪公子，难道你真跟他有什么私情？爹爹，此话从何说起？哼，我来问你，为父给你的御赐金钗呢？据胡知府来信说，
这金钗居然成了你跟薛某的定亲信物，可有此事？这是我瞎说的，与小姐无关。哼，婚姻大事全凭父母之命，岂能用你自作主张？爹爹，不要多说了，都给我起来。伺候小姐回房歇息。来人呐！这是孽障，孽障！老爷，叫王贵。是。相爷，信内有我的手谕，你亲手交由胡知府，叫他诏书行事，不得有误。是。不知道姑爷。休得多言。是。去向账房领取盘费，即刻转回西安，不得停留。是。回来。是。信内是要见，一路上要加倍小心，如有半点走漏，当心你的脑袋。快去。是。哎，王贵哥，王贵哥啊，陈香姐，你怎么走了？哎，我走了，相爷有一封要紧的信，叫我交给胡知府，我马上回西安去，我走了啊。哎，你等着等着，小姐刚才吩咐有东西让你带回西安，叫你走之前呢，务必去见她一次。哦，小姐找我啊？好，我去，我去，跟我来吧。哦。小姐来，就来的，你在这儿等一会儿吧。好。啊，这个地方怎么那么讲究啊？当然了，这是御笔楼嘛，是皇帝赐给相爷办理国家机密大事的地方，当然都考究点了。啊，怪不得。王贵哥，哎，也许你还不知道吧。什么事儿？相爷有令，凡是没有得到他的许可就闯到这个地方来的人呢，一律要杀头的。啊，那你为什么带我到这儿来呀？哎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哎，王贵哥，王贵哥，你别忙啊，看你急得这个样子。老实告诉你吧，相爷今天不会到这儿来的。你可不要开玩笑啊，相爷今天脾气大得很呐，万一他老人家、来了来了、你看你是小姐来了。小人王贵拜见小姐。免了。谢小姐。王贵啊。是。我有点手信想拜托你带回西安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当然可以。那好，春香，是回头照这个单子一样一样点交给他，不要弄错了。知道，小姐回房休息去吧。好，都拜托你了，王贵。小姐放心吧。秋香，哎，走吧。是。王贵哥，你来。王贵哥，这袋里边有一斤人参，半斤燕窝，你带到我们府里去交给老管家。好好好。这50两银子是小姐赏给你做路费买礼物的。
这怎么使得了？这个路费嘛，相爷叫我到账房去领啊，这怎么用得了账房嘛，是老爷赏给你的，这是我们小姐私房给你的，两回事，收着吧。这王贵也没有替小姐尽什么力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这谁说的？小姐听我说了，你为了我们姑爷的事在衙门里出了不少力，现在又辛辛苦苦跑了那么多路，小姐自然要重赏你了，你收着吧。小姐真好，真能体贴我们下人，真是好小姐，好小姐。王贵哥，来，我给你装到袋里去啊。好好。王贵哥，相爷写给胡知府那封信你搁在哪儿了？在这儿。哎呀，那么重要的东西你怎么放在这儿呢？丢了可不得了的。我看你还是搁在口袋里边比较稳当一点。好。这件皮货是小姐送给胡知府的，谢谢他这次的大功劳。王贵代胡知府领赏。这两批锦缎是宫里出来的，小姐送给知府奶奶做衣裳。王贵代胡夫人领赏。这两批绫罗是小姐送给师爷的，谢谢他的帮忙。王贵代师爷领赏。这两瓶绍兴酒是小姐赏给你在路上喝的。谢赏。哎呀。了薛公子，反而陷害了王贵。小姐，那就另外写一封好了。笔迹不同，又没有爹爹的印鉴，怎么瞒得过呢？加一直，底下加一横，不就成个本子了吗？对。可是还有这一句，斩首送金，斩首送金。这个斩字嘛，写的倒有点像个心字。哎，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说这个斩首的斩字有点像个心字。心有了啊！就像嬷嬷啊，小姐怎么了？事情也许就更不可收拾了。哎，以后的事情嘛，以后再讲。
难道小姐现在不救雪公子了？时间不多了，改吧。胡知府，千万别怠慢了我们的姑爷。王贵，事情如何？大人啊，相爷亲自接见了小人，小姐还送了礼了。啊、小姐也去了京都、小姐也到京都去了。大人啊，这件皮货是小姐送给大人的。我。这两匹绫罗是小姐送给夫人的。这两匹锦缎是小姐送给师爷的。哎呀，我也有啊。王贵啊，相爷怎么吩咐啊？相爷还有亲笔批示，叫大人照书行事，不得有误。快点拿给我看。是。哎，快点啊。是。哎呦。薛姊妹一听，本是我婿，那还有不是的吗？新贵送京啊，要把新姑爷送到京里去。是的，是的，必有重赏。哎呀，恭喜大人，贺喜大人，大人要高升了，我要高升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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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王贵呀、啊。办得好，办得好，本府明日重重的有赏。薛大人，你去歇着吧。是。大人呐、啊，卑职追随大人多年呐、啊，一向忠心耿耿，为大人效命。这次大人荣升之后，那卑职……哎，你放心。少不了放个知县，你坐坐、哎。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启禀大人，诰命夫人到府要见大人。他又来干什么？说我不见。是，胡知府。诰命夫人驾到，下官有失远迎，望其恕罪。哼。诰命夫人深夜至此，为了何事呢？胡知府，我儿之事，你到底如何判案呢？你儿打死二人，就该偿命。胡说！雪梅亭不是相府姑爷，就该立刻处死。何以见得呢？我夫有家书到此，说相府没有姑爷。他才是胡说呢！呸！胆的胡静，你竟敢侮辱诰命，你不想活了？我命你立即将雪梅亭处死。诰命夫人，今日的胡静可不比往日的胡静了。对不起，实难从命。你看。这是一封家书啊。这就是尚书的命令，你敢违抗？尚书的命令。诰命夫人，请你看这个。
假的，请你看看上面的印章。你真敢将凶手释放？不单释放，我还要送他进京与小姐亲亲呢。你大胆！哎，这张手谕只比上纸差一级，有了它，我还会怕你？你去给我打这个狗官。是是，谁敢无礼？打，给我打！啊！来人啊！大大人，我听来人，我没事吧？我的乌纱呢？哎呀，大人，哎呀，您的乌纱在这儿。狗官，你等着，看你还活得了几天。大人请坐，大人请坐，坐吧坐吧。这个贱人竟敢打起朝廷命官来，真是岂有此理！大人大人大人，吴家这样欺人实在是可恶啊！大人，离现在有相爷撑腰，还怕他什么吏部尚书呢？一杯之看吧，大人明日亲自送雪公子进京王婚，一则气气吴家，再则相爷面前也可以邀功请赏，只要你讨了相爷的欢喜呀，包你连升三级。对，来呀、啊，是，准备八月彩旗，骏马披红，本府明日亲自护送贵婿进京。是。吴年兄啊，老夫是在因琐事寄身，这老年兄酒后，真是抱歉抱歉。请坐请坐请坐。啊，年兄神色不悦，又是为了何事啊？大人何必明知故问？
哦，是子之痛，此乃人之常情。哎，连兄也不必再为此事气恼过度。还是保重身体要紧呐。大人，此话是幸灾乐祸，还是故意戏弄于我？哎呀，年兄说的哪里话来呀？老夫与你情深以厚，岂能幸灾乐祸戏弄于你呢？既然如此，请大人拿来。嗯，拿什么？凶犯的首级。哎呀，年兄啊，你也太性急了。老夫已令西安府将凶犯斩首送京，来到之后，我自然会将首级交付于你呀。只怕西安府不是押送凶犯的首级，而是护送大人的乘龙快婿上门了吧？乘龙快婿？哎呀，年兄，怎么又跟老夫说起笑话来了？大人，你不必再装聋作哑、自欺欺人了。西安府护送大人的贵婿与令千金完婚之事，那人已有信来报之，就是这京城里风风雨雨，皆谈相议，谁人不知，哪个不晓啊？哎呀，哪有这等事啊，这分明是传闻失实。哎呀，年兄，你怎么可以轻信这种无稽的谣言呢？启禀相爷。相爷，山西陕西两省布政司率领全省文武官员送上贺礼，说是庆贺小姐佳期之礼呀。 如今两省官员的贺仪都送来了，大人还有何话可说？岂有此理，哪有此事，糊里糊涂，莫名其妙，快快传我口谕，速速与我辞去。是，起去，快点。大人，此事可是传闻事实啊，还是有人造谣生事啊？这个禀老爷，又是什么事情啊？十三道御史带领所有官员送来贺仪，庆祝小姐大婚之喜。啊，真是荒唐，真是荒唐，快把他们辞去，快把他们全部辞去。禀老爷，老爷，这两省十三道官员都来道贺，其中必有原因，请老爷还是不要怠慢他们的好。这个，那就先请他们到宾馆帐后一礼相待，令后处置。是。大人，事已至此，你还有何辩解？老夫却是亲笔谕令西安府的，不知为何竟生出这等事来。大人不必再搪塞，今日若不将凶犯首级交我，我绝不甘休。哎呀，年兄不必动怒，老夫一向言出如山，竟将凶犯的首级亲手交付于你，绝不食言，绝不食言呐、啊。启禀相爷，又是什么？相爷，京中督察院、翰林院、国子监、大理寺、光禄寺、鸿胪寺及五军都督府各位大人都备了厚礼来给小姐贺喜来了。这个，哎呦，相爷，各位大人已在门口等候，可要请他们进来。不能不能，千万不能。相爷，各省官员已请到宾馆，这京官怎好挡驾呢？这个也罢，先请各位大人到花厅用茶，稍时带老夫出去当面碰碰亲友，再做道理。是。大人，西安府果真未到。确实未到啊。大人不必再敷衍抵赖了，我闻说西安府已将贵婿送到府上，请大人速速将人交出来。哪有此事，哪有此事啊。大人分明要包庇凶手，既然你是无意，休怪我也无情。走，你我走。哎呀，殿兄，吃不得呀，吃不得呀。慢着慢着，到哪里去呀？一同进宫面君庭里。哎呀，越发的吃不得，越发的吃不得。哎呀，殿兄，吃不得呀，一定要和你殿兄，越发的吃不得。启禀老爷，又是什么事情啊？西安胡知府以笔府前。啊，哎呀，你看这不是来了吗？速请西安府来此相见。是。公子，请。相爷，请胡大人即刻相见。好好好，谢公子，下官先去参见相爷。哎，你们好好的款待薛公子啊。是是。
请。闻声西安知府胡静拜见恩师。免了免了，见过吴大人。卑职参见吴大人。嘿，胡知府。是。此番有劳贵府亲自上京。不敢不敢，卑职理当效劳，理当效劳。把他送来了，卑职已经把他送来了。好，送来的可是此物？是是是，除了此物还有此物。你说的什么呀？卑职是说除了这个还有这个。哎呀，什么这个那个的，我是说的这个。不不不不，这个此物你们又把它没有没有，卑职怎么敢呢？回大人的话告敏夫人呢、啊，他就是要的这个，可是卑职就是不给他这个。大人放心，完整无缺，连头发也没有少一根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去把它拿来吧。是是，卑职这就去把它领来哈。啊，慢着！什么？领他进来？还是活的？当然是活的。卑职已将姑爷送到了。什么？姑爷？谁的姑爷？大人的姑爷啊！你这荒唐极了，荒唐极了！你卑职遵照大人手谕办事啊。手谕？拿我的手谕来看。卑职接奉大人手谕，力竭送姑爷进京，为的是明人不做暗事。特配高头大马，彩旗鼓乐，一路吹吹打打，热热闹闹，谁人不知相国千金成婚，哥老大人。哎呀，大人大人，哎，你真是卑职不敬。你真是糊涂啊！你遵命，卑职改名糊涂就是了。你给我滚开呀！哎呦，混账！大胆的王贵，竟敢任由奸人篡改手谕，真是罪该万死。他人呢？王贵留在西安，没有同来。我要抽他的筋，扒他的皮。大人，不要再做戏了。手谕分明是你自己写的，你何必还弄虚作假的？啊！你怎么可以信口胡言呢？好，既然大人矢口否认，那就更好办事。现在凶犯既已借到，胡知府也在场。不如把他押了上来，就在此地斩了吧。就在此地？怎么？难道大人想反悔不成？这个一定要包庇凶手，这就是无证。走，我与你面君评理去。哎，年兄，慢着慢着，老夫就依你所言。胡知府，把庸犯押上来。哎，大人，使不得使不得，这事千万使不得。住口！胡静，你胆敢违抗相爷之命吗？这个还不快去。是是是。年兄，年兄，你们出来做什么？快些进去。爹爹，你官居首相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为什么断食毫无主见，处处要受别人的辖制呢？女孩之家懂得什么？还不与我回房去。小姐别走，我们偏在这儿看看。
小贱人，这里有你说话的余地吗？快先滚下去！那老爷就把雪公子放了吧。要是老爷听信别人的话，一定要害雪公子，那我就到外边各位大人面前去喊冤，让他们来评评是非，讲讲道理。你大人，真是好家教啊！来人呀！是，把这个小贱人给我绑起来。是，快一点。胡志母，是。爹爹，你不能这样，要绑连女儿也一块绑了吧？哎呀，你躲开！胡志母，是。速将徐不凡押上来。哎，这个。爹爹。哎，你躲开！小姐。胡志母，你去不去？哎、啊，你去不去你啊？哎呀！又是什么事啊？禀老爷，徐老太师率领各府大臣到府庆贺。啊！大人，小姐，大人，老爷，各位大人们都要进来了，老爷还不出营。大人，赶快将凶犯交付于我，让我带回府中。慢着，慢着，大人。老太师和各部大臣亲临道贺，非比寻常。大人，你快快出营吧。打开中门，我亲自出营。是，打开中门，相爷出营。还不退下？是。是，各位大人，恭喜老爷，恭喜老爷，恭喜老爷！李相国，令爱今日大喜，我等庆贺来迟，万物见怪啊！哎呀，太师，哪有此事？是哪有此事啊？哎呀，太师请，各位大人请，请。年兄、啊，老太师，各位大人，吴年兄，是你早来了，哎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李相国家有喜事，你就应该早通这么一声啊！是啊，对呀、啊，那你倒捷足先登了。是啊，太师请坐，各位大人请，相爷请，请。老太师，请坐。卑职参见徐老太师。他是？哎，卑职是西安知府胡进。哦，西安府，听说是你护送相国贵婿进京的。是是是，一路上辛苦了吧？哪里哪里，应该效劳，理当效劳。哎，李相国，贵婿既已到府，何不请出来，让我们先睹为快呀、啊？这个，哎，当然要先睹为快喽。列位大人，是吗？对，快请爷爷相见吧。哎，不，哎，西安府是庶区，请姑爷进来。是是是。哎，胡知府，李相国，你选得佳婿，秘而不宣，此刻连见都不叫我们见一见，这就太不应该了。不，老夫居官一向审慎，今日之事实在是荒唐啊、荒唐，荒唐之极呀、啊！是不，我荒唐之极。不，是说小弟荒唐、哦，小弟不敢对外声张，本想是急速的把他了却。哎，另外婚姻大事，岂可草率从事、啊？哎，不，是，这个，总之，哎。怎敢惊扰老太师与各位大人呢？这个，哎，相国德望尊荣，功高松月，理应到府庆贺。是啊，相贵你何必客气啊？哎，不，哎，各位大人，实不相瞒呐、啊，今天这个不是，哎，
今天不是寻常之日，理应大大的热闹一番，是不是啊？对对对对，李大人，你何必严严闪闪呢？嗯，哎，慢着慢着，老太师，各位年兄，今日之事，还请各位大力成全，将礼物收回，起驾回府。老夫改日定当登门叩谢，登门叩谢。哎，岂有此理，岂有此理啊！李相国呀、啊，你推山助势，拒人于千里之外，实在太不近情理了。老实告诉你，今日之事已经由不得你做主了。老夫已经带你奏明圣上，圣上大喜，已经命王公公带了贺礼前来庆贺来了。啊！哎呀，老太师啊，这件事怎能奏明圣上？哎呀，还请老太师速速辅奏圣上，收回成命吧。哎，李相国。令爱于归，圣上贺礼，此乃皇恩浩荡。怎么，你竟敢违抗圣命不成啊？这个，禀老爷，王公公送来圣上亲赐玉匾玉礼已到府门。啊，果然是皇恩浩荡啊！还不快快出营啊！啊。请起吧。啊，王公公请啊。万岁闻之，李相国选的成龙家婿今日大礼，亲赐匾额一方，黄金千两，美玉百双，分命杂家前来庆贺婚礼。万万岁。跟老相爷请起。你们看，相国受恩深重，如此的战战兢兢，足见一片忠诚啊。王公公请坐。哎，诸位让开，诸位让开，姑爷来了，姑爷来了，来见过徐老太师，拜见徐太师，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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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见过王公公啊，拜见王公公，哎，姑爷请起。一表人才，果然不错啊！少年英俊，气宇不凡呐、啊！对呀、啊，好眼力，好福气啊！这个，吴知府，那这位是……哎，你就别问了，快点上前拜见老啊啊老相爷！相爷在上。晚身雪梅亭有礼。这个啊，丈人女婿有如此相称的？你看呐，这个丈人跟女婿叫的多有趣啊！徐老太师，晚身到此为求应得之罪，望求太师按律行事，秉公而断。怎么，你们翁婿之间的事还要我等来公断呢、啊？太师。晚生实在是有罪之人。有罪？你有什么罪啊？这个、老太师，请听我说。老太师，此人在进京之前犯有命案。哦，晚生路见不平，在西安府误杀一人。哦、杀的什么人呢、啊？按律论处，杀人偿命。李相国。谅你也不会因私而废公吧？慢来慢来，这么不问情由就要李相国射出女婿来呢？老太师，我乃秉公而断，按法立论，
秉公而断，按法立论，乃是刑部的事，这与你吏部何关呢？吴年兄，你这么一来，岂非越俎代庖吗？胡伺候，在你境内犯的案子，你总知道。卑职当然知道。快快讲来。是。胡知府，讲。是，只为西安府有一恶霸，势大遮天，那日强抢民女，姑爷路见不平，上前劝阻，谁知恶霸置之不理，反而连伤二命，姑爷义愤填膺，失手将恶霸打死。哎呀，老太师，姑爷见义勇为，真是英雄本色呀。不不，打死人命岂能无罪？哎，打死恶霸为民除害，何罪自由啊？李相国，对吗？啊？对，对。吴大人，薛姑爷无罪，对吗？哎，吴大人，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哎，大概是旧病复发了。旧病复发，来呀！哎，快扶吴大人上轿回府。哎，婚礼何时举行啊？小弟尚未择定婚期，不如另选吉日再行大礼吧。哎，选日不如撞日，今天这杯喜酒我们是喝定了。对对对，李相公，时间不早了，请令千金准备行礼吧。这个去呀，去呀。你为何跪在此地啊？老爷真是贵人多忘事，刚才不是要绑要打的吗？怎么现在就忘了呢？刚才是刚才，现在是现在。你起来起来，赶紧起来。干嘛要起来呢？奴婢做错了事，自然是要跪的。起来起来，老夫有要紧的事命你去办的。有要紧的事？啊！哎呀！哎呀！怎么了？我腿麻，起不来了。哎呀！起来起来，快点起来。老爷请吩咐吧。春香啊，你去跟小姐说，叫她速速打扮换装，准备完婚。啊，老爷要跟小姐办喜事，怎么也不早点吩咐，让我们好有个准备。那事情来得突然，连老夫也来不及准备啊。哦，那我去报与小姐知道。老爷，我就这么绑着去见小姐啊。哎，老爷啊，你要为小姐完婚，不知喜的是哪一家？就是那个。哪个？雪梅亭。啊，老爷要认她做女婿？哎，不不不，那是你们认婿在前，老夫只好成全他们了。老爷自己认的，与我们无关呢。放你死丫的，你做的好事你当我不知道啊？哟，老爷可别冤枉人呐，你自己认的女婿怎么赖到我们头上来了？啊，你死丫头，你看我不打你。哎呀，小姐快来，小姐，小姐救我。爹爹为何要责罚春香啊？没，不不不，你来得正好，来来来。孩子，为父我今天就顺了你的心愿，立即与你们交拜成婚。弟弟要女儿与哪个成婚啊？就是雪公子啊。是他？是啊，你认的那个女婿。哎呀，爹爹，想着婚姻大事非同儿戏，女儿可不能随便答应。这个，春香啊，解铃还是系铃人，此事由你而起，你不能袖手旁观，看老夫为难呢。春香。
相只不过是个丫头，有什么办法呢？以后我就劝陈小姐吧。春香当初公堂任婿，已经做错了事，连累了小姐，如今怎么好再去劝她完婚呢？哎，不不不，当初你们都没有错，你们都没有错。真的？是啊。哎，这才对了。你别急，小姐心里边啊才喜欢雪公子呢。现在只要你再去跟他说两句好话，保管你八九不离十。我的好女儿，只怪为父做事不当，错怪了你。你千万不要再生为父的气了啊！快快去更换吉服，与雪公子成礼吧。雪公子来了，雪公子来了。小姐，梅瓶拾的此物已有多时，今日才能奉还，请小姐收回。哎哎哎，慢来慢来，这金钗呢是贤婿与小女定亲信物，岂有退还之理？哎，不能还，不能还。这个，哎，贤婿啊，你就不必多说了，我们快快上前，多谢小女救命之恩。多谢小姐相救之恩，请受梅亭一拜。雪狼何须如此？果然是郎才女貌，天生的一对儿啊！老相公，吉时已到，快为这对新人行礼完婚吧。